爸爸一次性做了七天的鲜粮，所以狗子最近天天吃鲜粮加其他配餐。刚蒸熟的鲜粮很烫，孩子们都忍不住了。爸爸先一口一口，凉了一会，把鲜粮一分为四。我等不及了，快开餐！开始配餐啦！集体开吃啦！吃完了，泰迪过来检查他们吃干净没。吃完饭的安吉拉被爸爸抓去厕所了。安吉拉每次吃完饭都要立马上个厕所。能别盯着看吗？我也要面子的好吧。今天又是吃饱喝足的一天呢。